你用完就直接去，然后再顺便买啊。这你的声音怎么样？对，我帮你录起来，你就可以不用一直讲。三班、二班、一班。等一组，你们哪一组？有没有多组哦？你第三组的吗？第三组的孩子，都去，都去。其他的小孩请出去，还没有轮到你们。好，好来，好，来这拿，来弟弟，弟弟你拿这一张，拿走，给老师王老师，拿去给王老师，好。然后来鞠躬说：“哥哥姐姐好。”哥哥姐姐好。啊，你们都不能当老板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宣传我们的摊位。太大声了！太大声了！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宣传我们的摊位。我们今天要来宣传。啊，你们都不能当老板了，只有简洁宇可以当老板。我们有卖手工饼干，我们有卖手工饼干，还有杏仁瓦片。